打个拉尔，哎，烦死了！玩大同老打远程，真膈应。下回不先选了，妈的，真烦！老扛他我，你这是很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一级学个 W 呢？我你要玩个大虫子，人选个魏音滑板鞋，你再出点肉，你就没个玩儿。我跟你说。我沉默，刺儿刺儿刺儿。你给我起立，刺儿刺儿，打破牛散。整的我都不想玩肉的，回家。谁允许你卡兵线了？要不要先来个小反甲呢？算了，不要了。这样吧，巨魔为啥没人玩了？弱呗。你觉得没有人玩的英雄，那一定是不厉害。就你大啊！只有你大！一会儿看看俺俩谁大，我告诉你，不用你跟我炸，炸的呼呼的。干嘛呀？看看那小鹿搁没搁里头啊？起立！我们没闪现，他有闪现啊！生了，还行，把他骸骨打了，就插个眼儿的。我的炮车，
体力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没蓝，我靠，有蓝把他吃了。这波千万不能慌啊，这波如果你慌了，你就会被他 Q 然后 A 到死，你一定不能被他 Q 到，知道吧？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呼喊，这不能慌，千万不要慌，慌了一直往前走就被他 Q 死。其实我应该吃一声的。他交闪了，下波应该能吃他。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牌组给他打掉，他正好把 E 放了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沉默，体力，我明白这个人到底怎么走位的了。我那变小吧，变大了不好吃，而且莉莉亚可能往这边走。硬赶开，抠闪，早闪！我寻思我沉默，他俩不追了，我就不用闪了。我闪现还得留着沙德拉尔呢。吃个小兵吧。峡谷不能给他们啊，你有惩戒没？我只能吃小兵了，吃他吃不着了。
这要出破败，1400块钱。 希望莉莉亚妹子旁边啊！打中远程英雄，他不跟你拼吧？就很难搞，很难杀。 好大，给我体力，双飞，漂亮猴哥，来呀猴哥，<咳>拆塔呀，猴哥你不给我拆塔，我跟你说啊。 是不好打的，该睡觉了。哎呦我猴哥，这么猛，这是艾狸猴啊！我们搁这干啥？ 小龙这边没怎么打，挺好。怎么的？跟我比大啊？跟我比大？操了，今天跟俺俩谁大？跟我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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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？啊？ 看看你有多大！赶紧把上塔拔了，那轮着妈到处拆塔。好，回家了。
看看这个阵容出点啥呢？这护甲魔抗都得出啊！黄龙，这把不需要抗性，这把就血多就行了，出狂徒。出完狂徒出巨酒，出完巨酒来两个抗性装就完了。体力，我的天哪！这你都能让人打死啊？哎，你一狐狸怎么能让莉莉娅给杀了呢？你一个有大的狐狸呀，给我奶奶玩的都比你好。猴哥也挂了，不追了，这狼儿。猴哥呀，别打了，小兵你打不过，我来吧。召唤师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好，七层刚刚好，开始吃人，差100块钱。黑暗万岁，团吧，可以团了。漂亮，来中，道路得走一下啊。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来呀、啊、来，正好包一波。啊，可以中推。红印没了，刚才，切，那狐狸咋没来呢？狐狸干嘛去了？我发现我还是得要点魔抗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小龙。我正好5秒钟有到，黑暗万岁，
不够。哎，这轮着妈吸地有点快的，他怎么大招用好了？两条龙，其实这边龙我们能打的，守一下中吧。这位置不行啊，上路不守了，守中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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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全给下掉来！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我们俩偷个龙啊，没有眼儿。我有大，你可以用惩戒。别打啊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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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俩把龙偷了。大龙怎么的了？大龙，大龙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可以偷啊。这不偷回来挺好的吗？嗯，把中塔拔了。哎，这拉尔从哪来的？我马上都。哦，猴哥，单秒拉尔，猴哥可以啊，猴哥。可以团了呀，来团啊，大龙。这有大龙 buff 不团？干哈呢？这啥意思？变大。Dominating。心态不太行啊，你叫保守者，我有名。让队友旁边推，我们中推，还十秒钟有大。对英雄造成1000点真实伤害，1000点。先把他给他吃了。你打他，我不行，我先回点血啊。漂亮，猴哥！
哎，小龙可以吃啊，给我吃，给我吃条小龙，我来个跳蛋。1360，回家了。3300石像鬼，石像鬼这么贵呀？来个紫炎之力，出个石像鬼，最后配个地酒。我们雾抗装不用做，因为轮子妈已经有青雨了，我们做雾抗装也白做，不做了，就血多让他打吧。猴哥好大，我这还不叫大呢，我只大了一点点。体力，弹幕俩刺儿，哇，弹幕刺儿。那含羞蓓蕾一个劲儿的亮牌，看见没？